处，家祖医圣张仲景，立志学医救百姓，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传世天下中医魂。堂妹名小竹，自幼随父学医术，众人说我有天赋，能识万千药草木。莫问切，对症下药，从来不胡闹，药到病除，卡走病毒，中医造世福。菊花、槐花、金银花，搭配葛花、木棉花，健胃消脂生津止渴，夏季的药茶。藿香、连翘、荆芥、防风桔梗、甘草、菊花、生姜、北杏、川芎，治疗感冒有显著的作用。苍竹厚朴化湿藕，或配砂仁二豆蔻，芳香辟秽化湿醒脾，效果绝对六六六。医圣传人唐小竹，勤学家族的医术，弘扬中医文化，造福世人，光宗又耀祖。是本真，金丝熟读《黄帝内经》，精心研习《伤寒杂病》，神针灼艾身上试，疏通经络人正气，凝聚毕生的心血，病论刻在竹卷里。波澜群书通晓筋骨，中方之宗，群方之宗。坐堂神医妙手回春，玄乎其事已藏身。紫园都灵桑白皮，苏子停力弹琵琶，止渴平喘效果佳。